述的话，就是当今在带孩子的过程当中，处处充满觉知。那可以那么有觉知，最主要的来自于母亲本身的状态要好。所以这本书《妈妈禅》里面的第二部分呢，央金就跟大家分享的就是，怎么样当个快乐母亲。你的觉醒九要，央金帮我们提点的就是九个点，然后可以让大家实际按照书里面的说明去做的。那这个部分我觉得也是全书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，是不是也请央金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一下，这个快乐母亲觉醒九要。其实这个九要是我真的是一心想到，当然很多我的故事好像有人说，哎，这个像个英雄妈妈的故事一样，但是那看完了又怎么办呢？我下一步怎么做呢？其实我就也是禅修思考，就这个九个方面，我觉得对大家是就是完全是提供给大家可以参考的。那九个方面就是主要是一个我的书里写的很细，今天没办法展开的一个细，我这是大概的纲要吧。就是妈妈你要几个要孩子的几个层次。那第一个就是任何一个妈妈都想要一个健康的小孩，所以所有天下的妈妈都想那健康的孩子最起码能够，我觉得应该具足什么样的条件。我就书里有写我自己是怎么做的，我相信妈妈们也可以怎么做。那第一个就是当然父母亲健康，这是很重要的，尤其是妈妈自己的身体健康。我自己怎么做的我都写了，你看像我怀孕的时候，那我包括我要怀孕我都做得好认真的，都要在佛堂里每次献供修法，完了以后再去做人，都觉得很奇怪的。一般人觉得，一般城市里的人会觉得很奇怪，但是他就给我讲，那但是其实在我们的佛经里、佛法里，它其实有这一块的，你怎么引起一个特殊的孩子来，甚至特殊修法？那我最起码我的心情，我就好像很神圣的在接引一个神圣的孩子，这样的心情你就是很不一样的。因为孩子就是跟爸爸妈妈的能量，就是我们学你的根据你的能量而来的，也对那个因缘而来的。那你想想看，你的那个此刻的你的心境状态是很非常的重要的。所以第一个一定是要健康，那身体健康，是父母的身体健康，那妈妈的身体要健康。怎么对我就是坚决不会熬夜，吃的也很清淡，我也不喝茶，不喝咖啡，不喝酒，所以我连自己外卖我都不吃，我都自己做清淡，就是这样的认真的在准备。两个孩子怀的时候，我都是两次怀孕，我都是这样做，这是最基本的。之外我还逼着先生运动啊，他要在那个时候要吃的就是健康，也不熬夜什么的。除了这个我自己要很放松，就是这个妈妈们一定要回，现在要很放松。因为我其实三宝来了以后，因为我住了18天的医院，我每一天因为他们是早产儿都住，其中两个住保温箱，我每一天在新生儿的加护病房，每一天要跑2趟，都看到好多好多小孩，最后才看到好多孩子，他不是多胞胎早产，是单胞胎早产，而且很多还是有病的。哇塞，我很震撼，很惊讶。你想看好多爸爸妈妈每天都来看，其实父母亲都是健康，为什么生出的孩子不健康？其实我觉得现在就是很多就是现代人他的胎教都出了问题，因为一个就是妈妈焦虑，还有个恐惧焦虑熬夜，甚至吃的不健康，那这些加上你再不禅修，我说的这个禅修不是说你去拜拜啊，去信个什么宗教什么，就是基本的放松的禅修，让你自己休息好补充能量的这种禅修都不做。所以你的孩子在一个整个的胎教里面就是一个很紧张
充满忧郁恐惧这样的能量磁场，孩子就生不好。你想你养育一个果实，你又你想喝很好的呵护，就是我书里有提到过，我的公公如果今天有机会讲的话，我书里提到他早期国科会当国科会部长的时候，他启动的那个做很多实验，就是对阿米巴虫或者对植物做实验，有一个他天天呵护，为呵护他，他就长得很好。天天骂他的就长，但不但长，后来死掉了。为什么？就是信念的力量。如果你一个妈妈，你怀了孕，你的信念都充满了恐惧、担忧、焦虑、不安，你的小孩会长不好，他自然就神经不好。所以我的女三胞胎，你想想看，生32周生的，生了以后，我的女儿才1500克，算得相当小，对吧？小小的头都没有我的拳头大。我每天到了10天还是我也忘了，大概1周之后，医生说你可以做袋鼠妈妈，就是躲在一个角落里，把小孩放在你的胸部，这样子的，你的心脏贴着小孩，小孩脱光的，这样子，让你的身体和小孩的身体连接在一起。这个袋鼠妈妈做这个，我每天早上一次，晚上一次，就是三个人轮流做嘛，一个人平均一天一次，就这样做袋鼠妈妈。有个医生呢，我的女儿就长得就发展得很好。突然有一天呢，我在做袋鼠妈妈，早上那个医生过来查房嘛，他的主治医生说，我每天看到你来这个角落里做袋鼠妈妈，他说你做袋鼠妈妈对你的女儿的神经发展就帮助非常的大。这个我相信，连医生都是这样子认为，这样子看的。所以这个健康是非常重要，所以妈妈们就是内心不要焦虑，饮食包括就各方面健康很重要。这是一个健康的妈妈，就是父母要具足的。第二个就是我说生健康宝宝，第二个是优秀的宝宝。那你光这当然我谈的都是一个几率啊，大概的几率，就说第二个方面就是一个优秀的孩子，我认为应该具足什么，就是除了健康，你父母最起码各方面还是个好人。那这个是什么叫是好人？就是除了你的，你要开始认识这种开始减少你的烦恼的方法，因为你比较是一个行善的人，就是要有积德的人。你看我们经常说，哎呀，这个家里的孩子们这么好，祖上有德啊，对吧？我们中国人经常是这么说。那所以这个你祖上有德，就是说你的祖辈有德，包括你自己都是一个善良的人，喜欢帮助别人的人。这样除了前面那些条件以外，那这样的话你的优秀的孩子的几率就很多。所以我想天下的很多父母，所有的父母都想生一个优秀的宝宝，各方面。那另外一个就是你怎么能引起一个菩萨宝宝。那菩萨宝宝就是光这些还不够，那这个我们在西藏，包括其实我这个书里也写写几个案例，我就举的也是古代的大家都知道的人。那西藏我们很多很多，包括出名的包括不出名的，民间都是就是佛菩萨给你的小孩，而且这个小孩就很特殊。那这个就是父母亲最起码前面的这些做到以后，最起码你自己是一个修行人，佛教徒，而且要不但是这个，还要发愿，要发愿就是为利益众生，甚至带了一个孩子。你有些人很虔诚的妈妈就求，你像那个孔子的妈妈就是这样，就求3年求来的，像那个，所以这种要求来，而且这个发愿就是说我带了一个孩子利益众生的小孩，那佛菩萨给的这种小孩有带有使命的发愿，还有行愿，这些东西都要做。
那我这个两年我都求子两年，我做了好多好多这些事，还有每天要修法修行。那真的你这样做，他才会这样的孩子，因为这样的孩子他是有愿心，他的是来利益众生的，那他也会选父母亲如果是个不会帮助他走这个路的话，他选了对他是个障碍，所以他选父母的时候，他正好看到父母有这样心愿的，能够帮助他走利益众生的道路的，他才会来。这个就是我大概九个方面，有缘大家可以书里看的，我写的很细，啊，谢谢大家。